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收看。今天是9月18日的英文新闻，Happy Monday，好礼拜一，带大家看一个比较轻松的新闻。In the distant future, archaeologists will happen upon a Shrek crock. It's so final and solid by the ages, and they will have questions. 好，在遥远的未来，distant 是遥远的。好，archaeologists 是谁呢？是考古学家，好，将会呢？Happen upon 这边是一个片语，好，后面接连接东西就是偶然遇到，偶然发现一个 Shrek crock 就是那个洞洞鞋，大家知道吧？好，就是史瑞克的洞洞鞋，哦，这什么东西？等下带大家看。It's so final and solid by the ages。好，那这边的话是修饰这个鞋子，好，它的那个柔软的乙烯。鸡，这是它的那个材质啊，就是你知道洞洞鞋那个材质。好，unsolid 的话，solid 的话呢，就是脏了，弄脏了，好，没有弄脏，没有被岁月侵蚀的意思。好，就是这边描述这个洞洞鞋是怎么样子的。好，然后呢，and they will have question，类子是谁？考古学家会有问题。好，先带大家看一下，哎，这个就是洞洞鞋，有没有 Crocs？这个杰西也蛮爱这家的鞋子，蛮好穿的。他们跟史瑞克，他们跟那个梦工厂结合推出这个鞋子。好，所以这写新闻有时候我们就看他写的蛮妙，他是这样写：考古学家发现了，然后会去看这样子。好，我们继续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疑问呢？Why was the 2001 animated film about an ogre so popular that it warranted a special shoe? What wa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 form footwear? Some sort of low impact clacking ritual? 好，为什么这个2001年的这个动画片，哇，史瑞克这么久了，太年轻的人可能不知道哦，就是这个就是 Shrek 哦，史瑞克这部动画电影，好是在2001年的，是有关于就是刚那个 Shrek，它就是一个怪物。好，为什么它是如此的受待，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呢？好，warranted 本来是保证的意思，它变成值得。好，值得什么事情呢？值得推出一个特别的鞋款。好，What wa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 form footwear？这个鞋子，这个奇怪，那个缝本来是泡沫，这边指它是那种材质，那种。泡沫橡塑胶、橡胶的这种材质的鞋子，好，这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好，some sort of low impact clacking ritual。好，clacking 的话，它是踢踏舞，美国的踢踏舞的一种。啊，ritual 的话就是仪式。好啊，跳踢踏舞脚不是会一直动来动去吗？然后 low impact 就是比较低冲击的。好，他们就会想说，诶，是这样子的吗？是因为这样子吗？是要做跳踢踏舞，所以才这样？Is that a nose？那是鼻子吗？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是这样子的，这个鞋子正面鼻子也太妙了，这个大家会穿吗？好，它的定价是60元美金，大概要2000块，就是一般 Croc 的鞋子的这个价格。杰西应该不会穿吧？这太引人注目了。不过杰西有看到学生穿蛮多的，就是他们的鞋子像这种的，有没有都可以放在这个签在这个上面，就是各式各样的，就是鞋子上面，对，就像这个芭比这样子。好，有看到宣传，就是上面有很多很可爱的这种小东西在上面，非常之可爱的。哇，芭比的这么贵，诶，为什么没有出现芭比的？好，可能卖完了吧。好，总之呢，它上面对就会有这种很可爱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在上面，这样子。好，Crocs, the brand behind everyone's favorite。这个为什么这样？An apologetically ugly shoe has collaborated with DreamWorks to craft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ultural artifact, the Shrek Croc. And of course, as Shrek would argue,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这是 CNN 的新闻。好，就是这个洞洞鞋 Crocs 这家牌子，它是什么呢？这是同位格 The Brand 这个牌子。好，behind everyone's favorite and apologetically ugly shoes。好，这个鞋子他们讲的有点过分，每个人最喜欢的这个 apology 是道歉。那这边的话，an apologetically 它是一个副词，毫无歉意的，我一点都不想道歉，我觉得这是很不需要道歉的 ugly shoes，就是丑到
丑到爆的这种，丑到我都不需要道歉的鞋子哦，蛮好笑的。就是这个写这一篇的那个记者还蛮会写的，写的还蛮好玩的。好，动词在这边 has collaborated。好，现在就是各行各业都是要合作嘛，合作品牌呀、啊，像这个 Gucci 啊，好像跟小叮当合作，LV 啊，跟各式各样不同的合作，所以他们就跟梦工厂合作来好 craft 这边一般指的是手工艺品。好，啊这边是当动词制作了一个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他这边有没有这种叫做反讽的意味。好，文化的艺术品 artifact。好，Shrek Croc。哦，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and of course，好，当然了，Shrek 他就会讲啊，would argue，他就会跟你争辩了，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什么？我 Shrek 我也是很美的啊，对不对？我是很帅的，就是英文就是这样子，看的人决定美丑这样子的意思。好的，哎，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个节，其实还蛮好玩的。好，我们再看一次这一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单词。In the distant future, archaeologists will happen upon a Shrek croc. It's so final and sullied by the ages, and they will have questions. Why was the 2001 animated film about an ogre so popular that it warranted a special shoe? What wa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 form footwear? Some sort of low-impact clucking ritual? Is that a nose? Crocs. The brand behind everyone's favorite unapologetically ugly shoe has collaborated with DreamWorks to craft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ultural artifact, the Shrek Croc. And of course, as Shrek would argue,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好，第一个 distant 就是遥远的，这种遥远的星球。Archaeologist 考古学家。好，第三个刚刚讲 happen upon something 或 somebody 就是偶然发现、偶然遇到。好，final 这个就是材质，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好，unsullied 的形容词，干净的，没有弄脏的。好，animated film 或者我们讲 animation 动画片、动画电影。Ogre 哦，Ogre 就是怪物，史瑞克就是一个 Ogre，在戏里面他就是对他就是一个 Ogre。好，warrant 是动词，是有必要哦。这个字的话，你也可能看到就是保证说 warranty 好。好，warrant 这个字啊，这是形容词，很奇怪的。好，风的话是泡沫啊，这边指的是海绵、橡胶。好，impact 是冲击，这边是 low impact 低冲击的。好，clucking 的话，它是一种踢踏舞，大家可以上去找一下，是一个美式的踢踏舞，美式有这样的用法。好，ritual 就是仪式，unapologetically 副词，毫无歉意的，它是毫无歉意的难念呐、啊。好，collaborate，现在就是 YouTuber 什么的都会互相合作，就是这个字。好，craft 制作东西，工艺品。好，这名词的话，好。Artifact 就是制作品，好，制品或者文化物那种艺术品都可以用 artifact 这个字。哦，最后一个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好，behold 我们就看呐、啊、，beholder 是看的人。好，美女是在看的人眼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女，她就是美女这样的意思。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宝贵的时间，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新闻呐、啊。那，我们就好，接下来要赶去上课了，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好，喜欢的话帮杰西按个赞，下次见，拜拜。